所以念念呃不日日修行啊，就不能间断。这就是为什么我规定你们日日无有间断的原因，让要让你日日不空过，好吧？所以你如果很听话的话，那你应该，就已经有很多日不空过了。是不是啊？那都很实在，而且是很tough， 这是英文呐、啊，但是台湾话是可以，国语不知道怎么讲啊 ，tough 不是啊。你到那也可以说嘛，陡是很高的意思嘛，非常硬啊，所以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不辛勤的话，那么这个所获就少，是不是？所以你要经过我这样子的这个很着意的磨练过啊，你就容易这个打磨得很光，然后发光发亮，没有粗糙的表面，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看看，经过我这一套这样调教下来，都表面都很光滑，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很赞？拍手。啊！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个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他认为很容易懂，这好像很简单。事实上，这里面跟我们现代语就是有很多落差，我们不太容易懂啊。如果还有人呢，在后末世啊，在后就是以后啊，这末世末法时期叫末世，末法之世啊，若能够受持读诵这一部经啊，《金刚经》，他所修得的功德啊，你看看，还是有功德的啦，你知道啊，《金刚经》，你说讲空啊，还是有功德的，对不对？诵经还是有功德，受持读诵还是有功德的。于我所供养诸佛，那要加一个彼之于。这个"于"是比之于，相较于啊，我所供养诸佛，我供养了这么多佛的功德啊，这个84000万亿那由他，84000万亿哈，我突然想到，我们不讲84000吗？对不对？这是印度人喜欢讲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啊，84000那。84000万亿是84000的几倍啊？你用那个 calculator 算一算，用计算机算一下，那么你看我得，而且还要乘上那由他，你知道吗？好，那所得的功德啊，比之于我供养这么多佛的功德来看。百分不及，这是什么？主词省略掉了。你看这个多令人困惑，对不对？就是我的供佛功德啦，我的供佛功德百分不及，加一个其字。我供佛的功德啊，跟你受持后末世的众生。受持《金刚经》的功德比起来呀、
我的功德啊，比他的千万亿分，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功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古德注释的话，就会写说，吉言，也就是说，以很，你要学过英文才懂啊，最高级啊，用最高级的，可是英国人的最高级跟印度人的最高级比起来没得比，对不对？所以就是极言，很极端的说，受持《金刚经》的功德实在太大了，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再回看于后末世，为什么说要加一个后末世？因为你如果在佛世里的时候，有佛的时代，佛世的时候受持《金刚经》啊，那功德不用说，一定是很大。那即使在无佛的末法时期，那时候没有佛，法已经开始乱了，那么你即使在那个时候你能够受持读诵这一部《金刚经》，你所得的功德都比我释迦牟尼佛以前供养这么多佛的功德还要大的太多了。我的功德呢，还不及你的百分之一，不只是不及百分之一，乃至于不及于你的千万亿分之一，你要加个之一，乃至于算术打个顿号，算术以或譬喻所不能及啊，这样的。那个。算术是什么？就是有数目字啊，啊、哦，那譬喻呢？譬喻就是，恒河沙数，这就是譬喻了，对不对？啊、哦，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这就是譬喻了，对不对？这不可能把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嘛，是不是？那三千大千世界，你不要说三千大千碎为微尘，你就光是把一个小地球碎为微尘，那个微尘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譬喻而已嘛，对不对？或是我们舍不得把地球碎为微尘，我们把月亮碎为微尘，对，那个也不得了啊，是不是？啊，月亮是一个很小的星球，比地球小嘛，是不是？哎、啊，那算是譬喻了，所以。即使说连月球碎为微尘这样子的不的量，微尘量的一分、啊、我的功德都不及于你的那一分，这样的，所以你这功德就大的不得了，这样子。那这个比喻什么？这个是干什么了？是凸显这个，因为他在燃灯佛前呢、啊，之前所修的功德主要都是，福勤济世啊，对不对？啊、哦，那城市供养主要是财供养，供养是主要是财供养，城市呢是身供养啊、哦，你要去做那些事情啊，清理环境啊，然后，这个到那个，马桶啊，这样那一些事情啊，洗衣服啊，煮饭啊，这就都是城市这样。好，所以这就是表示说，这个财供养或是其他的供养，都大大的不如法供养，所以。依于佛的圣教，如法修行，这个供养呢，是最大的供养，对如来最大的供养就是这个。哎，好，那我们就这样讲，好像不是很清楚。我讲一个你就懂了。什么叫做好学生？好学生
就是老师教你的你都好好的听课，而且都把它学会，学得好好的，那成绩也好，然后你的知识以及这个学问增进了，对不对？那老师看了就最高兴了，对不对？这就是能够令老师最欢喜的事情，对不对？那佛如来也是一样，你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得好，很好，但是呢，如法修行是最重要，如法修行就叫做法供养。那如法修行，自修教他，那就更圆满了。这样子，那这样就随佛所行，这样子啊。好，往下，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若我据说者，或有人闻心急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须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即使在以后啊，这个末世啊，末法之世，也就是说，将来的末法之世啊，法已经很微弱了，但是他还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啊。那读诵的意思是什么呢？读诵是为了要速速熏修啊，速速英文叫 frequently 啊，速速熏修，熏修什么？熏修八识身心，这样不是说诵一次就好了，诵一次当然有一次的功德，但是光诵一次是不行的，对不对？如我所说嘛，以前说过说，譬如说你学弹钢琴，那有一个曲子你会弹了，你弹过一次是一回事，但是你即使会弹了，你弹过一百遍跟弹过一千遍又不一样，就这样的。所以那就是一种熏习，然后你就熟练了，然后可以跟那首曲子融成一体，乃至于能够深深的体入那个作曲家他的原意、他的意思，乃至于你甚至于可以做自己的感觉，也就是你的所做的诠释，这样子。这个诠释就是什么？这个诠释在我们学佛法里面就是你的心得，对不对？因为佛的意思，佛讲的经的意思是无量的，但是每个人修行以他自己的这个知才才能所体会的不一样，所以你每一次念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这就是你得到心得不一样。那让我熏修的那个这个程度呢，就有越来越深化这样子。OK， 所以修行一定要很有耐心，那很有恒心、勤奋。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好，所以一部经念个三五百次不算多，你知道？你以为说我规定你念三百次、五百次或四百次很多？不多嘞，其实是很少哎。你看法达三千部啊，我只叫了念三百部，才十分之一而已，更何况你，又不见得有像法达那样子的因缘，对不对？虽然碰到我姻缘还算马马虎虎，对啊，可是我马马虎虎，但是你更马马虎虎，那就很马虎了，所以读诵叫一再的读诵，所以所有的学问都是一样，熟能生巧，对，
都是一再的练习，不管是学问、学这个技术等等，都是这样子，速速的熏习、熏修，乃至于打拳啊、弹琴啊、画画啊、写字啊，对不对？都是一样，都是从勤奋中来。这个所得功德啊，这个人所得的功德呢，因为太大太多啊，那不可思议，所以呢，我如果具足说，就把它说完全了，说那个功德有多大，那实在是大的不得了的不得了，对不对啊？那佛如果这样说不得了，那一定讲出来一定是很不得了，因为他一讲，你看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这已经够多了，对不对？但是前面有讲说，那如果加上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那不是完了吗？那他也可以这样说啊，是不是？好，我如果都把他说全了，那倘或有人听到了，听到说哇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那心急狂乱，他就疯了。他就 go crazy, 那台湾话说抓狂了，这样的。说哇这么多，受不了受不了。狐疑不信。为什么狐疑呢？因为狐狸是怀疑心最重的，所以叫狐疑啊。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你看看，他不只是是经，现在又进一步了。是经义，这一部经的义理，这个道理很深。这道理是含藏在这个文字里面嘛？对，所以你要得那个道理，还是要从文字中去求，是不是？所以还是不能离于文字。虽然《金刚经》是要叫你悟的，但是你也不能离于这个文字思维而悟。还是要，这还是一条路，然后到这个开悟之路，这样的。那开悟之路就是如来的圣言教啊。好，这个经义啊的义理啊是不可思议的。想也想不到，这个说也说不完，这样子。果报亦不可思议。果报是什么呢？就包括好的果报跟坏的果报。好的果报是什么呢？就修持。你如果修持，那果报，好的果报不可思议。你如果毁谤，那么坏的果报也不可思议，就是很大很大，不得了，这样的。接着，尔时须菩提白佛言，第十七分了。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又来问这句话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这《金刚经》就是这么困难。啊，你不懂，北北讲给你听。就为什么再问啊？一，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啊？那么经过十六分以来啊，那已经厘清了很多义理上的疑问，对不对啊？那大家心里对于这金刚般若的道理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了要确认，啊，因为讲了半天，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大家恐怕把那个主题都忘掉了，对不对？听了很多很多，然后前面的主题是什么忘掉了，所以再确认一下，提醒，确认提醒。然后第三个呢是首尾呼应，就是现在可以在这个也是写文章的技巧，也是演说的技巧，也是作曲的技巧，是吧？都是一定要呼应到原来的主题。你不能讲讲讲讲讲到哦，到33天外去了，然后就回不来了，这样子。好，然后接着这个呼应，除了呼应主题以外，然后再进一步发展这个主题。所以这就是我以前讲的，就所谓的那个交响乐里面主题再现，音乐的主题再现。所以时时提醒你，这个作曲家他本意是什么，就是这个主题。所以不只是交响乐或是古典音乐有那个主题再现，即使是这个民歌也是有，有很多那种重复的那种啊，那乃至于像什么，乃至于种种那种歌曲也都有那种再现的那种，像这个印第安歌曲，嘿呦嘿呦嘿呦，哦，那不是主题再现的，然后那个非洲的吼嘎吼嘎吼嘎啊，那也是主题再现，表示很威猛，对不对？这勇士要出征了嘛，哈，那拿来一个矛，吼嘎吼嘎吼嘎，好，所以因为厘清了很多疑问，然后确认啊，然后也是等于提醒啊，确认提醒，有好几个作用啊啊。然后最后是首尾呼应了以后，再继续发展这个主题的意义啊。所以这《金刚经》的一开始的那个主题就是两个字嘛，什么住想两个，怎么住怎么想，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来发挥一下这个住跟想啊。这个住是指住于佛法而不动啊，就是你开始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大菩萨修行啊，菩萨摩诃萨，而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怎么修行？那么，那就应该要住于佛法而不动，不能再住于世间法了，不能再追求世间法了，不能再追求世乐了，这样的啊，而追求这个法乐，这样的啊，追求这个法身清净，那得法乐，所以如何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然后降就是降心，降自己的这个烦恼心、染污心啊、业习心，这降心。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以前没提过，是住先还是降先？如果你不降的话，没办法住；可是如果你没有发住心的话，你没办法降，知道吗？所以这个因果呢，先因后果，这个是先因后果，还是先这个因后这个果？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这个跟发菩提心是一样的。发菩提心是什么？是在因。是看着
因而发心，还是看着果而发心？啊，看着果而发心，因为目那个爱慕的慕啊，目如来菩提果，目如来圣果而发心，所以发菩提心是目果。那目果以后发了心，想要追求菩提，那时候才来开始讲究手段，讲究手段，讲究方法，追求善知识，寻求修行之法，所以才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乃至于种种的参学，都是发心以后才开始。所以你还没有发心之前，那不是参学，那是旅游。哎，这样的吗？哎，所以要先发住心，要住于佛法的心，因为这为什么叫住心呢？因为你已经发了心了嘛。这部《金刚经》难就难在说，你一开始就已经发了心，这样的吗？就已经是发了大心的大菩萨。就好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到每一个善知识所啊，到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那里，然后就讲说，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请问圣者，这个菩萨云何求菩提，云何修菩提？这样的，他每到一个这个圣者前面都是这样讲，那先自成境界，就好像古代的那些禅师到了一个禅师的地方，然后他就向他汇报啊，就报告说我已经到哪一位这个禅师那里，然后我学了什么东西啊，然后请问您怎么教导我，这样子。然后那善财童子就是一开始见了这个善知识，就讲说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行啊，请示你告诉我，菩萨应如何修菩提心啊，修菩提行啊，成就菩提啊，就这两个问题而已。但这两个问题就一切问题了嘛，就是这是个大问题嘛，对。所以这里面有自成境界，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而且你这个善财童子，你必须要发了菩提心，你才够入学资格，你知道吧？你没有发菩提心，他跟你讲了半天有什么用？是不是？你没有发菩提心，你问他说，那菩萨如何修菩提，然后成就菩提，那不是白讲吗？所以那你说你已经发了菩提心，那就 OK 了，就够入学资格。所以金刚经的入学资格也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 OK， 这善男子善女人包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样的啊，也就是说在家出家菩萨，好吧，这样，而且发了无上菩提心，才够资格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住于佛的无上法啊？而不动，不动是什么？不动一切，不被一切世间外道、二圣乃至于凡夫烦恼所动，凡夫烦恼邪见所动。这叫做住，这样的吗？住就是不犹疑了，不搬迁了，对不对？这叫住，就住于佛法，住而不动，这样的。然后所以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总前提，也就是所以这个住啊，就等于我们世俗所说的立志啊，发了心以后，然后立志住在佛法里面啊。
好好的修行啊。那怎么住啊？怎么住？第一个要整理环境，要打扫，对不对？然后那如果是租的要付房租，对，哎，那要种种维修，是不是啊？那来自于把它美化，哎，这样住。然后不能这个既然是住，就不能一天到晚串门子，对，东家跑西家跑这样子，哎，就注意佛法，哎，注意如来的无上法，这样的，那降服其心，然后再怎么样调伏自己的种种的心，这心主要就是种种的想念跟这心所法，啊，啊。想坏的恶的把它降服，降了以后服压下去，也就是说先把它打倒，然后再像降三世明王一样，把那个这个大自在天大自在天王跟大自在天后踩在脚下，这就是服啊，知道吗？哎，这个降三世明王这个右脚踩大自在天，左脚踩大自在天后，这样，这叫做降，这叫做伏，哎，所以就是降烦恼以及伏烦恼，啊，降烦恼把它打倒，伏烦恼让它不起，这样的，哎，踩着它就不会起来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降伏是两件事。好，如果你只是把它打倒了以后，它还会起来，就好像打拳一样啊。你把它打倒了，它还是起来，对不对？但是你若把它打倒又把它踩着，它就起不来了，对不对？啊。可是我们这个佛法这个打拳呢，也不能真正把人打死，哎，打昏可以，你知道吗？打昏以后，然后他悠悠行转以后，然后发现说：“啊，我错了，啊，我回头是岸。”这样的，哎，那慧寂金刚就是这样子嘛，对，哎，好，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啊。如果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当生如是心，应该升起生如是心，应该升起这样的心啊，所以这个心还是要生的啊。那生心是什么意思？生心用唯识学来讲是什么？就是作意，作意就是生心，禅宗叫起念。起念，我是做四念啊，念啊，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啊，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啊，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啊，先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大日经里面讲菩提心为什么因，所以这就是因啊，当生如是心啊，这个我应灭度一切众生，这是什么？慈悲，大悲是什么？为根，你看看，所以看显跟密是结合的，你知道吗？不是两家不一样的公司，你知道吗？灭度一切众生已，能够灭度一切众生已，为什么？因为具足方便，对不对？也就成就一切功德，才能够具足
方便嘛。所以方便为什么？究竟。对不对？所以《金刚经》这句话就已经含了这个《大日经》里面讲的三句意。好，所以再讲一次，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菩提心为因，所以这句话是讲菩提心为因啊。然后有了因，就是有种子了，是不是啊？有了因种呢，那就应该生如是心，然后就要灭度一切众生，就是起大悲愿。大悲为根，对不对啊？然后灭度一切众生矣。为什么能灭度？是因为具足一切方便，因为成就一切功德，成就无量功德，具足无量方便，而能够灭度一切众生，知道吗？所以就是方便为究竟，所以三聚义具足，三聚义具足以后呢，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而以智照了啊，没有一个这种众生实在是真实是我灭度的。为什么？因为众生本有觉性，本有菩提种啊，我只是引发他，用种种方便引发他，诱发他，成熟他，成就他，然后让他显现圆满，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但是这中间呢，他也自己要做很多的工作功课啊，对不对啊？就好像我给你们很多功课嘛，对不对啊？那所以那以智照了，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就是什么？就回到一真平等啊，众生已经度了，已经成就了，那就与我无二，那时候大家都平等的，就回到一真。然后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是平等本事，就是我的本誓愿，就是要让众生皆与佛无二，这样的。哎，所以平等本事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平等本事？平等本事就是菩萨的三昧耶，就是密教的三昧耶。但是不是只有密教菩萨才有三昧耶，一切菩萨都有平等本事。对，依于真如平等故发出的誓愿，要令众生皆能证得真如而与佛无二，这样子的本誓愿叫做平等本事，这个叫做三昧耶，那这个也叫做三昧耶戒。这是三昧耶戒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啊，要令众生悉皆作佛，这样子就回到法华，回到大般涅槃的意志，这样子。这就是佛的本怀，这样子，好吧？所以这个密教跟金刚经，那金刚经你不要，你也注意哦，金刚经有个金刚，对，那金刚是什么呢？金刚，显教有金刚，密教有金刚，但是显教的金刚跟密教金刚其实是同样的意思的，只是你不觉得而已，但是我看是一样的，你懂吗？金刚什么？金刚坚固，金刚勇猛，金刚无畏，金刚能坏啊，就金刚的意思啊。
所以你看这金刚经又跟大日经碰面了，是不是啊？这个是然后大日经就说 welcome， 然后金刚经也说 welcome 啊，这样子。啊，所以显密合流这样的，这样赞不赞？拍手。所以这样子，你才真正的懂得《金刚经》有这么深，然后《大日经也》也是有这么深的渊源，整个佛法的渊源，哎，这样子。所以就讲到这里，不能再讲，再讲就吃亏了。所以金刚是什么？至宝，对不对？哎，但是如来的全身舍利就是金刚不坏之身，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宝切印陀罗尼，尤其是宝切印塔里面如果装了宝切印陀罗尼的话，那么就是如一切如来的，不是只有一尊如来哦，是一切如来的心秘密全身舍利，所有的如来如恒河沙数如来的金刚舍利全都在这里。所以你我有一天我走过一个土地公，然后他挂了一个红色的那个布，写有求必应。那这个我们这个宝切印陀罗尼，那更不用说了。这是经上讲的，悉皆能够满足你一切世间出世间的需求，那就无有匮乏，永远这个。口袋跟心里都麦克麦克的，哎，那一摇动的话，稀里哗啦的里面，都是几十克拉几十克拉的，你知道吗？哎，不是说什么金币银币的，那不值钱，那我是几十克拉，那然后那个。那个什么珍珠啊，那个都是这么大的，你知道吗？跟元宵那样大的，所以这样子的宝夹印宝切印陀罗尼，你看赞不赞？赞。要不要来求？要。拍手。所以能够求修这一个法，就是有福之人。有善根福德因缘，对不对？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愿意，拍手。好，最后恭喜发财。回想，愿意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追障悉消除。哦，